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望山西杂货的小光叔叔。大家都买了 AirTag 了吗？还是你的预购还没到货？今天小光叔叔为大家介绍的是 AirTag 的所有的保护周边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记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也可以开启西西字幕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小光叔叔第一个介绍是卖场最便宜的，就是这个细胶的保护套，99元。那有好处也有坏处，好处就是非常的便宜，坏处的部分就是第一个，它这种是细胶，它用久容易粘，或是粘毛，或是软掉，就是它这个会容易开掉。另外，它这个扣环，小光叔叔觉得它比较牢固性没那么高啦。小光叔叔会希望，如果你是刚买 AirTag， 需要一个简单型的暂时保护的，就可以选择这个，就是9块钱的。对，那我也很不喜欢，就是它只露一面，因为像小光叔叔的话，我的 AirTag 是有印东西的，好，那它就只能露出 Apple 这个地方，另一面就没办法露出来，就没有办法露出来，这样子。OK， 那颜色部分啊，我们是5个颜色，好，那就是基本色。那你如果说怕脏，话选浅色系的，哦，不要选那种深色，因为深色的话，你粘毛、粘灰尘会非常的清楚，会比较明显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介绍下一个产品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，那叫 Lip Plus。它这个话它是有点类皮革啦，然后它的其实拆装很简单，就打开就可以了。那它也不是完全皮革，所以它用久了，小光叔觉得它会脱皮。对，不过它质感很好，就是你可能如果从画面去看看不出来，你实际买会发现它质感差，它是有点亮面皮的感觉。它这个扣环是不是那种快扣？它是有点像钥匙圈的那种。好，那好处一样，它就是前后可以开，对吗？像我这个是有刻字的，就变成像这样子，有 Apple， 也有我们家的狗狗，好，看到吗？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卖490。那目前现在有促销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，因为小光叔还有再进一些比较特别的，等一下后面继续看就会看到咯。那我们下一个产品，小光叔接下来介绍是 UAG 这个牌子，它是美国的防摔壳，然后也有做像 AirTag 这个套子。它这个话跟刚刚一开始那个99块比，它的细胶是厚非常多，它这个细胶是做有点像有颗粒感，所以触感的话会比较防滑。那另外让小光叔比较惊艳的是，它这个扣环啊是雾面的材质，所以质感很好，对吧？那大概也是快扣。那有一个我比较不喜欢啊，因为还是一样，小光叔有刻字，有雷雕东西，它这个只能露出 Apple 那一面。如果有刻字的话，就没办法完全看到，那我们只能装 Apple 这一面。OK， 这个，那这个产品啊本身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它是4个颜色嘛，大家看，橘色、蓝色，然后军绿跟黑色。都非常好看，那触感也很好。那他们有卖单一个的，也有卖像这种一组，一组就4个。那一组4个是没办法挑色，那就是两个，像这个是2个黑，2个军绿。大家比较喜欢一组的，还是说单买的？可以在留言处跟小光叔叔讲。对，因为单一组的小光叔目前是没有进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挑色选择性太少。如果你一次买4个，那我觉得4个颜色会比较特别。OK， 那我们介绍下一个啦。接下来是小光叔比较喜欢的产品，就是 HODA 的。HODA 它是真皮革，所以闻起来有那种皮革的香味。那目前有4个颜色，黄色部分目前缺货，所以买不到。我们在我们的卖场上是这3个颜色，有看到它是正反都可以露得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扣环的质感超好，它这个金属的那个材料做得不错。然后另外呢，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HODA 的字样，这边两正版都有。然后你看，像我这是帮我女儿做的，正版都露得出来，这样子。那好处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手感啊，手感我觉得很好。那因为真皮革，当然跟一般的那种塑料皮革或是细胶材质会有很大的差异。那再来是它正版都可以露出来，不管你有雷雕或是有做什么印刷，就不会这么的单调。那我觉得皮革有一个坏处是，皮革你用久了它会容易沾汗水啦，会容易软，那有可能有臭的问题。
这部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所以小光叔这边还是会直接跟你们讲。如果你很介意的话，小光叔会建议可以买像细胶或者是人造皮革的，或是像塑胶材质的产品。看到这个就知道小光叔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是爱马仕的橘色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就不用花贵贵的钱在 Apple 官网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进入最厉害的产品，也是最强的产品。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是重磅登场，就是我们卖场卖最贵的 AirTag 的配件，它这个是卖890，它是 SGP 韩国的牌子。那它这个比较特别的话，第一个我们先从这个扣完下去做，它这旁边这是卡梦的，然后也是正反可以露，然后这是硬的那个防摔的 TPU， 所以它这个很硬，所以你们在摔要撞的部分呢也不用担心。扣环的部分呢、是登山扣环，所以它的材质非常的牢固，然后质感也非常好，很沉重。这个登山扣环啊，这边有个凹槽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？小光叔觉得很像开那个啤酒的那个扣环用的，你们有想别的想法吗？我觉得这还蛮酷的。这里一组挂起来，质感真的很好，还有做这个快扣纽扣，所以我们这样打开就可以把它拿出来。那你要挂其他东西，不一定像 AirTag， 你要挂其他产品也是可以，比如说钥匙圈，有没有？小光鼠有想过来挂手机的，你有想过挂什么呢？要不要留言处跟小光鼠叔讲 ？OK， 然后这个产品啊，因为目前到货量非常少，因为我们真的卖得很好。对，大家如果有需要，记得赶快上我们的官网或者虾皮商城去直接购买，目前都还有一些优惠，还有少量库存。OK， 大家有比较喜欢小光鼠今天介绍的哪一款？如果有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处告诉小光叔叔，或者你有更好的建议，希望小光叔叔的卖场有这样产品出现，也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。由于疫情趋缓，8月2号门市恢复正常营业，可以来门市取货或者是购物。另外，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搜寻哇山鸡杂货的商家资讯，里面会有我们的地址跟营业时间。也可以加我们的 Light， 可以提供你更及时的咨询服务。我们会不定时的发送促销简讯跟折扣券。最后，别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，这是让小光叔叔更有动力可以介绍更好的产品给大家。谢谢。